美国遇上难得一见的日全食，引发全民观日热潮，就连明星也跟着疯。搞怪天后 Lady Gaga 在自己的社群分享了自己欣赏日全食的照片，打扮超时尚，很有她独特个人味道。她身上的金羽毛洋装更是吸眼球。不过这已经是该品牌2016年早春系列了，黑色底配上金色孔雀羽毛刺绣，华丽中带了女王的霸气，配上超级复古的大墨镜，超级抢眼。当然爱搞怪的 Gaga 怎么可能只有这样乖乖观日，她分别在两只手的掌心写下她新歌歌词带我去你的星球。照片曝光后评价两极，很多爱她的粉丝直呼喜欢她的一切，并且支持 Gaga 的新歌，但也有毒舌网友直接留言说她在等待被外星人带走，更批评她穿这样观日未免有点太夸张。不过 Gaga 似乎又成功制造话题登上新闻版面，还帮自己打了歌。